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。随类现身啊，全是性德的体现。要帮助众生，要教化众生，那就要随众生心因所质量。众生喜欢什么，不要违背他，要随顺啊。随心因量，我们看经文，所生之处啊，色相端也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悉皆具足。这是举一个例子，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。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这举个例子是现佛身。